好冷啊，风又大，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，出来搞点年货，回去年底吃。开始抽竹签了。哇，今天抽这个大超级大坑啊！哇，看一下，够大吧？哇，今天风很大，很冷。那边水比较深，抽不干，所以这个直接搬过去抽一下。哇，终于抽干了，刚才抽出去又霸鸡了。现在这么冷的天气，他给我霸鸡，嚼了石头蟹。哇，这条大鱼线给他抓起来，看他在这里面一直跳，一直跳。哇，是红鱼啊！哇，这给力！啊，来来来！活力很好，赶紧放在这旁边给它占有。这边举坑比较大，来来，来，先放这里占有一下，等一下过来抓你哦，乖乖的。这个看搞得动不？来打鬼！哎，走，这有没货？哎呦，哦，有没货？这么大的石头，哇，那么大一个塔罗。赶紧抓起！哇，这个螺都给他捡走了，转！哇哇，这石头鸡躲在这里面，躲在沙石里面，像石头鱼，真的是石头鸡，不过这个个头太小了。哦，那边，哦，幸好今天。我们摄影师眼力够好，哎，要轻轻的转。哇，是宝钩鱼啊！哎，过来！哎呀，黑黑的，有点暴殄天物。哇，这个剧毒的海鱼啊，太小了，还这里。站进去，这些海菊长再来你自己跑吧。哇，我去，这个手割一下就流血了。大家在海边弄这个石头一定要小心，割到了就流血了。哎呀，哇，这流血，哦，一个海绿螺这么大，应该有肉了，到西家那里面，那个小鱼家不？哇，有肉。这个豆子，这个当观赏，哦，早一差点搞了。这个当观赏鱼的我抓回去，这种鱼的就不要了，这种给它放生了。这个我拿回去。哦，这种鱼，这种是剧毒啊！这个眼镜好漂亮。哇，蓝蓝的，像那个蓝宝石一样，给它放生。嗯，好了，处理进去。这底部垃圾搞的都跑不了。哇，海里螺一枚。哇，这个观赏鱼我也带走。哦，这个不是做大礁的问题，这个是拿回去当观赏鱼的。这个是给它放。哇，有了，上货。跑到我踩的脚印这里面来了，哦，皮皮虾，这个眼睛够漂亮。哇，这个眼睛，这个眼睛，跳，我跳。哇哇，跑到这边来了，咦，你要顺着嘴往下流。是我自己太钝了都没视觉了，还是怎么这么大个的？又是我们这先生看到了，哎呀，跟我拼命，我用石头。
都砸死了。出来，出来！你大力就留不起啊！你还坚强，我趁大冬天的游一下就完了。我今天什么动也大了也没感觉。多的乌鱼在那边，哎，真的漂亮！我就喜欢看到这个颜色。哇，割一下流血不止，咋办呢？哇，这边也有一条。差不多一次就，我刚才这边看红鱼，感觉那边有钝劲。这个是我给他弄了过去看一下，看这边先找一下，看是不过来了。知道了。我去洗头哥嘛。轻点，你会一见到我就战斗模式开启。哦，又一条暴风雨。哦，这个够给力，够难。看一下今天收获，哇，今天最大的鱼，这个超级大，今天就是啊，最大的就是这个红鱼，差不多，给力，这个差不多有四斤吧，先给它放在那边，哎，好，今天这两条八公鱼，好像我们摄影师啊看到了两只直头蟹。今天收获总体不错，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走了，我去收拾一下，哇，这个红鱼都装不下，爆桶。